那就是，也不错啊。会有国王当智商当课吗？不会，哦，那所以就是你喽。怎么觉得是哈记啊？可是我没有提示，还是我变成创造啊？有可也能，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有吧。可能。然后电着那我电着物，是不是赚到拿喽。小雨跑回家了，我要去他这们游戏家要买干电嘛着物。啦？哇，胖让我买个东西呀、啊，小雨是不给跑买对是不面是？挖啊！买个东西要打我，你逃不掉的。让我到买底个想东西干会怎嘛啊？样？这个人。小雨要凶巴巴了。小雨，我有牛排吃，他们家国王在城墙那边。呵呵呵。对啊，我想要找他们的复活水晶，打掉他们就没办法复活。只是还没看到哇！原来你是制造档案课啊，云月，我帮你捡东西。原来 就是你还不知赚道，到了，还是因为我没有切全荧因幕为的你也关是创系。造哦。哦，哦，好的，给你了。压掉，哎，你不要，我找到，不要我找到复活提水示。晶了，各位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屋顶。哦，你是自由，哎，要用什么东西才可以破坏？炸弹啊！哦，用啊，炸用炸弹弹。啊！我本团没。还有没有食物？有，我只有红萝卜。没有我的牛排吗？哦，有，等，先跟他打，先。好好这里，好好好，我去他们家换那个炸弹，然后去炸他们，一啊切都在他们家处理。，OK，好小废哦！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哎、欸，不，他也是无敌状态。小雨，不要跑！对，买炸！完全一直在他们家。哎、欸，不要！他真的吓死哦！我！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爆破兵，爆破兵。所以他们现在都放弃去找你吗？等一下，哦，他们进去，哎，被打，被打，进我被围了，我被围了，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出来，哎，秀，就快点跑上去了，哎，我从上面跳下去，我们追到他们后面，我们追到他们后面，好好好，哇，萌萌啊，你们都把他们打掉，我把你掉下来了，汪汪在后面，汪汪在后面，死了，哦，真的是哦，这样不行。啊！痛！没关系，我垫上去，他们一定猜不透我要干嘛。啊！哈基又要拆直升机啊！没关系，不理他，要猜到完全没有，我要炸掉他们的那个了。好，炸！没了，他们的复活，他们不能复活了。哦！哎，这位厨师，就是这个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刀？怎么会出事啊？我刚砍不到人啊！等一下，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呢，死了吗？他几次？我等，他们死了没办法复活了，现在。对，他们现在是谁？对，哎，对，因为我把复活的那个打掉了。他们剩蜘蛛跟，跟蜘蛛，蜘蛛，蜘蛛，死吧你！跟国死吧你！给我干掉，干掉！剩国王了啦！完蛋了！让那个国王死！哦，还在我这，还在我这。他们要复活的话是，要把那个水晶给弄掉，弄回来，就让他材料就没用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所以我现在追国王。哇，跟灭团，真的是灭团！为什么我是追国王？对，国王要从正门出去了。好，我从正门追。他剩九滴。虽然我只有十件，不过我也来了。Go go go！ 再绕圈圈，再绕圈圈。他绕回去了吗？对。哼。哈哈哈！走，被炸飞了。他丢一个 TNT 给我。哦。然后我就在犹豫，然后我就被炸死。哎，我射死他。哇！一个灭团。所以现在就是一直炸到，也是我。哎，直接结束了，结束吧。哎，没了耶！哎，宝石是在巧克力那边啊。对啊。哎，对。那如果今天结束的话，他们会复活吗？他们都死光了，谁不会复活？就都再也不会复活了。再也不会复活。除非你帮他们修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要求那么……
到了 晚上的饥饿时间一样不会复活。所以我呀，哎，晚上的时候，国王会复活，只有国王会复活，只有国王会复活，八国好。我看到有人要。有国王要杀害自己的子民，我要走了。我觉得都死掉就应该是一种结束了，就是对啊。等一下，结束了啦，结束了。快躲起来，赶快躲起来。我们现在换玩躲猫猫，先换玩躲猫猫。没有啦，我把他们拉过来。结束了啦，国王获得胜利，要两次可以，还是可以杀国王。所以是这是霸凌啊，要连续赢两场才能结束游戏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不是。这也算结束了，这也算结束了。他应该要判多少个人死光了，就要那个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那个二十分钟投降键？就还没玩二十分钟啊、欸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可以那个自杀炸弹客可以看到时间吗？我觉得不知道时间反而很刺激、欸。你们第一场自杀炸弹客是谁？我。欸你们刚刚你们全部死掉对不对？可是你们是晚，啊、这是晚上。你知道刚刚我们有一个自杀炸弹客还说没事，然后在那边拿宝箱，我就过去拿，结果他就爆炸了。我炸死所有人我炸死所有队友。那个团怎么团的哦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作者。那个我点完技能书之后啊，他给我一个物件，然后呢，你说要 Q 出去，但是我 Q 出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你用盗窃对不对？哎，你是用什么盗窃哦？盗窃技能啊！我已经浪费了，我第一次是拿着技能到你面前去。盗窃好像有 bug， 因为我刚刚想要偷你们国王也是没偷到东西。欸、我浪费了两颗盗窃的史莱姆球啊！我也浪费了，我也浪费了，对，我也浪费了。对，我用这现在第二场吗？太好笑了。技能可能四打五哎，技能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，可以换便宜的看看有没有作用。我刚刚繁星一直在挖矿啊。对啊，而且那个旱灾啊，红萝卜还会在、欸。对、啊，红萝卜会在，因为他吃肉不吃素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吃素改吃素，没有开始，结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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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他自己很认真的把直升机挖掉，发现什么反应都没有。没有，你周围的方块要挖掉，连那个也不行啊，都不行，一点点残骸都要打掉，一点都不行。他应该侦测所有地方的方块都是空气才行。哦，那所以范围哦，因为让他自己叠上去。像你们一开始不是砍掉木头树木吗？嗯，对啊，然后那个团过去想说怎么没有树木还就是分数没有增加，然后后来把那个树叶打掉才知道哦有增加了。对啊，你们为什么刚开始要挖自己的树啊？哦，没有，我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我想说一开始要自己做公爵，不对，挖完才发现，哎，对啊，你另类的让团迷惘。你们的树林怎样？他破坏获得分数都是全部完全都要破坏掉。嗯啊，所以直升机很高分，因为直升机真的很难，嗯，太麻烦。其实说真的，三颗可以解决掉，可是、就是、全部哎、欸，就是因为会有残骸，最麻烦就是残骸。有啊，三颗前面玻璃，因为玻璃不能炸嘛，然后其他的还可以用手动打的，还有红瓷砖啊，红瓷砖也炸掉就好了。哎呦，嗯，红瓷砖还有他头上。那你等一下可以再挑战看看，因为我之前没有人。對對對對打掉他！我在专打直升机，专打直升机，专打直升机。再来，再来一下咳嗽，怎么了？我的139块，超级大富豪，富豪战士哎、欸！我才说你们这一场是4打5吧，我都猜错。可不可以？那个规定是，就是这场杀最多人的，下一场要减弱。没有，我是觉得那个钻石装其实还是有点容易换到。我觉得。对，有点恐怖。那、啊、他多久会重生一次那个钻石啊？十分钟，就是每过完600秒就是重生一次。哦，因为我刚刚就想说，不知道多久才会生，所以都没去看。哦，因为我们第一跟第二都是我们挖掉的，所以我们知道时间。对啊。可惜。没。挖掉那个就直接做钻石装，成为最硬的国王。超夸张，跟我第一场都一样。
可玩到一半最硬，然后并且不能被偷窃的国王。对面两颗史莱姆球就这样败掉了。对面的国王在我们家到处跑。我还去那个地底，你知道吗？逆天了，逆天了。直接看，哎、欸，小雨在下面，我就说我一定要下去，因为小雨在那里。哇，那王那么嚣张，在我们家旁边跑，那我干脆换斗界技能好了，然后只有两次 Q 都没有 Q 到。我想要偷你们光也没偷到，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其他技能啊，那、啊、说不定就是都有点问题，也说不定。嗯，要修，可能调到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更新到 1.1.2，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怪怪的。嗯，所以才需要我们测试。OK， 行，开了，可以开了，可以开了，来来来，亏了，开了吗？开了，开了，你知道？热。哎，紫，你是蓝？哎，紫色的哦。好啊，不然这场我们来看看那个间谍啊。嗯、好耶，都来测试看看。啊，观众都不要讲说谁是了，拜托。对啊。好，我。什么间谍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、啊。作者说明间谍规则是怎样？哦，小雨死掉了。好。对，好，没有我在卡啦，我在测试，我重开、欸。作者哦，想说你的眼镜怎么不见？有戴上，脱掉眼镜一下。作者，你之后要不要把技能书改成它是可以打开点阅的书，然后它会有按钮，然后使用技能？不好，这个我们赛后再讨论。嗯，好、哦，来那个叫什么？哎，我开始会那个了。间谍，说明一下。间谍就是你害我们那个，你霸气。讲不怎么了，大家动不了。间谍模式会怎样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我发现其实坐的头跟我的身体蛮合的。间谍就是一开始啊。双方都会出现一个间谍啊，那间谍呢就你不可以说出你是间谍，间谍你就要负责去陷害他们，让他们死掉，比如说在他们后面放一颗地雷啊，害他们被炸死之类的。哦，那怎么知道自己是间谍？那上一场那就有啦，一开始一开始会有资讯告诉说你是间谍，我很重视我的中心。对啊，间谍其实就是，虽然比方说间谍虽然在红队，但是他其实是蓝队的人、嗯。对，他头上是红队的显示、嗯，但是他其实是蓝队的人，所以你就要想办法捣乱。哦，那这样子可是同队也不会受伤害啊。啊，你就故意捣乱啊，不要让那个 啊。但是晚上的时候会投票吗？投票。哦，抓到间谍会怎样？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哎、欸，哈记，你脸前面的铁片不见了。啊？什么铁？哎、欸，对，哦哦，锁头不见了，你戴反了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我是你说晚上被投票被投到会怎么样？对，所以间谍模式底下晚上可以抓间谍吗？那抓到会怎样？会扣分，就扣分而已，然后150。那个间谍还是持续在那个队伍吗？还是还是换一个？没有被送回去、欸，对，被送回去，被送回去，就回到对面了吗？然后就变得没。啊跟一般一样、啊，一般一样，所以关键就是第一天能够捣乱越多，然后可以隐藏。嗯，那如果隐藏越久越好啊。如果你抓错的话，你自己的队伍会扣100分。哇，那可以要求不抓吗？还是一定要抓？可以不要，可以不要抓，可以不抓的。抓大家抓，没有人怕的。抓就是要玩啊，就是要抓，赌上一切也要抓到你。一定是小雨，所以要是我。来来来，马上分队就知道了。小雨是间谍、嗯。哇塞，小雨哇塞，又是我。哇塞，所以现在我们双方都一队都有一个间谍了。嗯，等一下进去就会知道。等一下就能出现了。进去才会知道吗？哦，彼此各分东西。我好想要当间谍哦，感觉好好玩哦。等一下就你刚刚就当过啦。哎，OK， 就。哎哎哎。来来来，下来喽！下来喽！来，这是国王，谁要当？隐约要当国王吗？嗯，我还是想去炸东西比较开心。哈基要当国王吗？箱子国王，他没来下来。他们都分队了，分队了，早就分了，分好队了。你要当国王吗？
你还是你当好了。你们换人当当看啊。不行，我觉得我要去捣乱的。他们啊，搞不好光哎、欸，有没有可能光就是间谍？不会啦，应该不可能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。没有，可是我想换人当国王看看，因为我想试试看那个强化系统。哦、因为强化就要拿副手，国王拿副手。他进你那个啊，你当啊，不然就我当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原本是想来乱的、啊。知足要当看看。不好。那他既想乱，就我当啊。好，音乐当。好呀、啊。好。音乐国王。这样我会誓死保护你的。看蓝队不知道是谁，他们还在讨论。他们还在讨论、嗯。我们在选瓜，小雨当瓜啊，呛虾呛虾。瓜。来啊，小雨瓜。小雨瓜。小雨瓜。看会不会挑衅，应该是不会的。对啊。他刚。